table 12, Cyrus, Johan, Cyrus, table 12.2017年香港公开赛的现场哦，网络还是非常不顺哦，所以但是我们有进行录影的动作，所以如果直播不顺的话，请大家见谅哈、哦。赛后我们都会把我们的影片上传到网络上，让大家可以更快的可以亲临现场的感觉来看这场手足球的比赛哦。好，现在这场画面的进行的比赛是公开单打的预赛。预赛在第一桌进行的比赛，目前是由一位香港选手出赛，我们来自右边的新加坡的怡宝。现在比数是2-2。怡宝最近在这几个月的比赛哦，拿下了不少公开双打的冠军哦，啊，但是单打的比赛，表现倒是他算中规中矩。哦，就是名列前茅，但是没有到最顶尖。一个失误。这射门其实还蛮有威胁性的哦。虽然有时候蛮歪的，但是能进的时候都常挥空，蛮歪的，但是进球能进的时候那个威力是很够的，稳定性不够，但是威胁性有，看得出底子够，假以时日应该是只要持续进行我们的 football 的运动，手足球的运动，它是能够成为一块璞玉哦。好，来，怡宝非常顺畅的运球，我们来看看他的运球动作哦。新加坡选手的运球动作是一直都是，在亚洲真的很漂亮哦。你看这个传球哦，非常特别的角度，传到了二传五、五传三都非常顺利哦。这也是大家讲的，怡宝二传五、五传三都非常顺畅哦。不过到三的时候，前锋三人的时候要进球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哦。哦，这球让怡宝一个盖火锅打进了，现在比数来到了4-2。5-2。这个新选手，那个年轻选手遇到的问题哦，就是一失分可能会失很快哦。那遇到这种老江湖哦，我们的怡宝就是很吃亏啦。好，怡宝的射门哦，就是好像很顺畅，很有威胁性，但是就每次选择啦，然后执行看起来都很棒啦，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进球能力特别差。好，这是他防守封盖，然后传球的能力都是非常数一数二的哈、哦。
这个球犯规了哈，这球犯规了，没人抓。哦，他是聘球之后掉到中排没人碰到的状况下传球到传到五人，这球已经犯规了。这球也有点，然后六比二，刚刚那球前面那球一宝进球那球我不是很确定哦，很有可能他左手要调球杆的状况下调完马上回来直接打原地哦，我不是很确定。但是如果他做了这个动作的话，他是也是犯规。好，现在比数来到了6比3哦。如果我刚刚在讲那一球哦，是你双手有一手离开球桌球杆，然后你前球在前锋三人，你只要离开回来之后，你一定要握定一秒钟后才能射门哦。好，怡保顺利拿下预赛的第一场胜利哦。我们更多的预赛2017年香港公开赛的预赛，公开单打的预赛会持续的为大家转播。蔡俊彦，反正就加了。